我想去马尔代夫，嗰度椰林树影，水清沙幼，蓝天白云，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。我哋个节目冇咁多钱带你搭飞机喎。唉，今时今日使乜咁烦 ？Follow me。喂，有冇谂过去香港旅行啊？吓，香港人去香港旅行？只要改变心态与角度，不论喺任何地方都可以活得像旅人。Live like a traveler，Let's go！ 我哋到啦！哇，系呢度啦，系世外桃源啊！嚟到世外桃源，一于就住露营车啦！哇，好啊，好啊！今次唔使搭个萤火通安心啲。好骨子下啊，露营车配有特大天窗，以木色为主色调，营造了雅致光洁的宽敞空间感。喂，唔好瞓啦，再瞓啲 BBQ 冇噶啦。吓，系我啲 BBQ， 哎呀，我啲食食啊。咦，个天又会黑得咁快都有嘅？喂，快啲过嚟帮手拎嘢开 party 啦！我哋要整埋个纸箱烤鸡先啊！各位观众 ，A4 纸箱烤鸡特别menu做法好简单，首先将啲锡纸包住个 A4 纸箱，然后就将啲酱汁搽落只鸡度，记得咧搽埋个隔粒底，然后就攞烧烤叉十字咁吉落只鸡度，记得吉实啲啊！咦，点解系我做嘅？哦，正常噶，正常噶，系咯。最后就攞啲热粒粒嘅炭落去，加埋只鸡冚盖。哇，会唔会唔够食噶？你冇同我争啊！系我噶啲嘢食。唉，事不宜迟，而家教大家整个特制芝士酱。系啦，将啲牛油同芝士一齐摆落烧融去搞掂。哇，终于有得食啦！跟我嚟啊，跟我嚟啊！吓，去边啊？嗯，多谢你送我翻屋企啊，拜拜。有人话过，最好嘅旅程唔在乎去边度，在乎嘅系你同边个去。你话你已经揾到最好嘅朋友。同一天空下，你哋手拖手，你哋吹泡泡，你哋自拍。嗯，呢个女真系咧，吹泡泡都有人影嘅。好啦，我都转到有啲晕啦，系时候要唞唞了。系，我哋今日拍啲咩啊？我都唔知道，导演都未起身。吓，未起身，我哋即刻叫佢起身啦。导演起身啦，有早餐食啦。起身啦。早餐，唔系你煮啊嘛？今次我煮啊。咁我起身食早餐先啦。食早餐。食早餐。喂，曲儿夹心，你哋香港人嚟噶嘛？做乜去香港旅行嘅咧？因为我哋平时翻工翻学都好忙啦，跟住就冇乜点样喺香港享受过。但系如果我哋抱住呢个旅人精神嘅话，就可以喺香港度都好似去紧旅行咁样咁开心啦。哇，咁你咪发达？系啊，我哋仲可以悭翻好多钱添。就嚟航空公司都冇得捞咯。我哋都系第一次露营，第一次住帐篷，第一次住露营车，其实。所有嘢都是我哋第一次體驗喎，同埋仲有第一次著旗袍啦，跟住喺條街度行啦，但係其實係冇乜嘢嘅喎，同埋啲人係會覺得你好有特色咯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哋咁活得像旅人，一齊去旅行，拜拜。咦，只雞咧？咩雞啊？紫箱雞啊！哦。咦，唔系摆喺个纸箱度嘅咩？嗯，由于时间嘅关系，佢入咗焗炉啦。咁都得，仲整得好靓添。等等，真系好靓下。好啦，我哋食鸡啦。咁系咪真系个纸箱焗唔到啊？系啊，不过好在个露营车有焗炉，耶！耶！